晚安。你们都不知道我哪里不一样。现在来看你们刚刚的留言。你们都猜不出来哪里。我看几个人猜对，我看几个人说对，月主也有留言。说对，四个人说对，我哪里不一样？就是。空气不一样。刚刚突然被公司叫去拿业配的衣服，你们要看吗？你们要看业配的衣服？这可以给你们看，但是我不是，我是十一月才要发。我还没拍，我才刚拿到。也配衣服，衣服，两件衣服。谢谢杨过送的啾啾你哦。我还没拆、哦、我看到蔡成佑的广告，还有小孩，有人会送你圣诞，以为有人会送你圣诞题，来给你们看。谢谢吉米周送的香槟，就是他叫我在他的卖场挑两件衣服。他可能觉得我很帅，没关系，我喜欢别人说我帅，是他觉得我很帅，所以给我这种帅的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
下质感很好。谢谢燕送的梦幻烟火，好漂亮。你跟杰西一样帅。哎，对，这是杰西会穿的衣服。哎，你有要穿这个 cover？ 我是要穿这个拍照，但是我11月才会发，还有蛮久的，还有一个月你们才可以等我吧。来一段 rap。rap 要叫那个音阶先教我，都买 L 耶，因为我想要穿 oversize。 你们还是没有猜到我哪里不一样。今天直播的主题就是我哪里不一样，然后你们都没有猜到我哪里不一样。留言只有四个人猜到，还有男生也可以穿，我哥哥也可以穿，我猜口红，我待会一个一个念那个，你们刚刚在 IG 的留言。Hello， 你每次都这样问，有差吗？就是有差才会问，你懂吗？有懂吗？看质感很好，他好像在虾皮是卖34，反正我到时候发你就会知道是哪一款车。林杰现在很适合穿。应该是脸更圆。切八段，切八段。给你看东西，拿不到。戴戒指手环，好抢红包，抢到。大家都不爽吧？看你们先抢红包。大招的什么？对，这是昨天的战利品，就是昨天我跟远足去郊外，然后他花了40-50块没有夹到，然后我10块就夹到，然后他就送给我，因为他说这个人长得很像我，他之前就说有一个白灰色的龙猫很像我，然后这个兔兔刚好又是白灰色，所以他取名这个叫做高彦成。对，好，讲解完毕。放旁边，这是很可爱。故事的我也想被成人请客。总出现你们怎么知道我请客？就着童年的荡秋千，随即一直晃到现在。他说他很感动，你请他吃饭。他也请我吃甜甜圈。昨天 Mr. Donut 18岁周年庆，18岁周年，18周年，然后他买8个甜甜圈就是118元，我家现在很多。要不要现在吃？你们要不要吃？你们想吃对不对？我去拿。
院主管付这个钱，然后他拿走一个，他我不忘记他选什么口味，忘记他选什么口味。他不是。我要吃什么口味啊？我昨天吃过巧克力。为什么大家都要看我吃巧克力？我不要，我要吃原味。我吃任性，可以外送到府。你不是喜欢黑色？我喜欢黑色啊，但是我现在先不要吃巧克力。我现在吃原味，现在吃原味。我问屁，没有，就问你们要吃什么，但是我要吃原味。你们要吃什么？你们自己选。该怎么明了？一字一句像圈套。我之后就不是任性的巧克力了，我之后在三崎生面前我就是大姐姐，懂不懂？懂。你看他放了一点。我最喜欢的甜圈还是 Ruby's Cream， 你们知道是哪一个牌子吗？吃不完哎，明天带去学校。就是要理性购买，买八个也吃不完，再便宜也吃不完，因为我家很少人吃甜圈。好吃，我今天的晚餐是吃 Subway， 我跟同学一起吃，好久没吃。我可以跟你们讲那家串串在哪里，就是我跟原子组去吃的。但这样好像在帮他们业配。我想去关岛，一直都很想，一直都很想去关岛。
重庆串串锅，对，那个在大平林的大平林图书馆的附近，因为它是巷子，很好吃哎，我吃了四五次，但是我最近应该不会去吃，因为我太常吃了。大平林有图书馆我有潜水过，我有浮潜过，但是我会怕，大平林在新店，我也怕水，我很怕水。我会游泳，但是不厉害。晚安。坦诚学校游泳课吗？有，但是高中我没有上过。但是他一直说会有，他一直说会有，但是我没上过。他们一直说有那个有疫情，对，跳绳，或是拍球，或是乒乓球，或是羽毛球，或是篮球，老师什么都可以教。可能不可以在泳池偷放屁，我才不会。成教泳池吗？有小，就是没有很强，小小的。很喜欢什么运动？
我喜欢什么运动？跳舞。昨天请人请主厨吃晚餐。对，他请我吃甜圈。Hello， 回回。吃完了。Mina 说她可以吃麻辣串串，但是她吃很辣。我跟远足吃微辣就觉得有点辣了。没有了联络，后来的生活，我倒是听别人说，说你怎么了，说你怎么过，放不下的人是我，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，就怕别人问起我。运动不能吃辣是吗？跟我开始躲，从不对我说，不喜欢一个人生活，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，怕到让想我的我都这个时候那个在意着。昨天我们那个锅是一半辣一半不辣，辣那半就是微辣，就是最小的辣就是微辣，然后我们还是觉得有点辣，但是没办法，就是可以接受，就是真的是很小的辣。然后旁边是什么酸菜什么锅，反正就是不辣。而且昨天我们在吃那个马铃薯，就是拿下去串串拿下去嘛，给他煮，然后运煮一吃，他又说哎，这个是山药哦，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来过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，那个是马铃薯，他说没有，这是山药，然后我就说这是马铃薯，然后他又说这是山药，然后我们就在吵，就分不清来，就是分不清楚哪一个是马铃薯。然后运煮最后就看那个串串旁边写马铃薯，串串获胜，因为它都是白色的，然后吃起来很香，所以我们才会搞。能偷吃宵夜会不会胖？会胖啊，怎么可能不胖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能不胖？陈亚叔都一直说我脸圆，算是真的。
我们现在来看，我们现在来看，我们现在来看，我刚在 IG 发的，我哪里不一样？三叔不要再笑了。好，我要来回留言。所以你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？我不是易胖，也不是易瘦，我就是正常的。我不容易瘦，我也不容易胖。啊，好像有点容易胖。那我就是易胖体质。结案，好，现在要来看留言，不能有人再打断。开始，看，第一个留言是原子哦，他留言什么你猜？你们猜他留言什么？这是我昨天跟他讲的秘密，这秘密也可以跟你们讲，就是 但跟你们讲就不是秘密了。应该是聊变可爱，他才不会这样夸我。你觉得他会这样夸我吗？只有粉丝会，粉丝会夸我。好，他说耳环，但是我影片没有拍耳环，给你们看。这个是黑色的，是我昨天打的，不是，是前天。黑色是前天打的，这个是去年打的，去年九月打的。然后这个是前天打的，现在还是会有点痛，但是过一两个月就不会痛，就是要好好的去哦。头发就是要好好的去保养，这组那个前天去年就有点痛，这边比较痛，可能这边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边比较痛，这边还好。好，但耳环不是正确答案，因为我影片没有拍到耳环。然后粉丝就说，还有一个粉丝说一样漂亮，还有一个粉丝说变可爱了，这是事实，但是就是正确答案不是啊。还有人说眼睛，还有人说变得更漂亮、更可爱，变得更可爱了，只看得出来一样可爱。好，不是眼睛。还有人写韩文，但是就是看不太懂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OK， 但不是长大了。不是，还有人说变可爱了，变更可爱了。真的太难回答了。你去接头发哦？没有，我没有接头发，我没有接头发哦，我没有接头发。变漂亮了？不是，我好正，不是你好正。你还说你好正？搞什么？谢谢黄伯君送的小鸡蹦蹦。小鸡蹦蹦蹦 ，OK， 变得更可爱了。OK， 大家都说我变可爱。OK， 虽然就是你们很会讲话，但是正确答案不是这样。然后变普通了，养过。好，我妹妹也留言了。我妹妹说比昨天更正了啊，妹妹很会讲话，等下去给她一颗糖果。一样可爱，还有人说你好，我是越南人，我爱你，谢谢你啊。有一个正确答案，两个正确答案咯，我先不念。还有人说发型吗？
变可爱了。我不杨过说，杨过说我不在乎，你一样是我的最爱。OK， 啊，还有这个就是不知道的语言。下一个是以前有女友时超怕被问这题，每次都打错。我猜口红错，一样美，对，一天比一天好看，魔王题啊。OK， 有一个人答对，更漂亮了。我来自韩国，我想说你是很漂亮。OK， 谢谢你，你比谁都可爱，肯定是变漂亮了。OK OK OK， 其他都是正确答案。我来公布喽，我来公布喽，我来公布喽。数到三，你们数，一、二、三。刘海，我真剪刘海不觉得很呆吗？还没看到我，因为我是截图。还是你不要用弄刘海，不要弄刘海就是这样，哦，比较凌乱。好，还是要刘海，我还需要刘海的一个加持，这样子。刘海就是比较，刘海比较，刘海比较短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呆。因为我昨天一次咔嚓就剪了一大把。所以就是变得比较呆这样子。没有还好像你妹，不，我不想跟，我不想像她。我有双眼皮，她是单眼皮。你要像林一那样吗？林一哪样？你说林一的刘海吗？是吗？我最一开始好像就是这样子，因为那是日本的发型师帮我用的，他可能觉得这样子比较符合 AKB， 但是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。这样子就是分开，我不喜欢旁分啦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叫什么妹妹头，就是对，我喜欢就好。我在想下一年的公司头要什么，我还是想换发，但是。我想放法，我想放法。指甲，哦，你们这个知道的。昨天我跟人讲，蝴蝶圈，我不喜欢蝴蝶圈，就是整个，还是绑个包包头。但是辫子绑过啦，辫子是两个。有一次。好像是看见夕阳那一年绑过双辫，然后其他事都是放发啊。最开始是两个，就是现在的我觉得比较适合低马尾这样子，就是只能低马尾可以驾驭了，就是。啊，不想要！看到双马尾就是切八段，
看到送完我就跟他切，把他剁。谁叫我打？谁叫我把送完我就跟他切，把他剁。再来一次，所以秦家是不是想要跟我切把他剁？对，双马尾是林一专属，这个是我同意的。OK， 我认同，机长，我完全同意，完全同意，林一是双马尾专属。好，我要介绍一个东西。想看只能戴法圈，法圈，我不是，陈家说我不是，啊，你是说这样吗？就这样，OK， 来介绍一个东西。很好笑的东西，这是辣椒水。为什么我有呢？我哥哥在虾皮帮我订了三罐吧，他好像帮我订了三罐辣椒水，就是他怕我遇到坏人，所以就是这样打开，然后噗。OK， 就是辣椒水里面还有附什么哨子，B， 这样，我不会喷粉丝，我认得出来我的粉丝，所以你们不要吓我。如果你们这样在我旁边这样，呜，那我就讲，这个超辣，我没被喷过。我也不想被喷，大家不要吓我哦。现在有这个哦，谢谢黄伯君送的小鸡蹦蹦，谢谢杨过送的黄玫瑰，有怪人私下一直骚扰你。一直都有，其实陌生讯息会很多了。谢谢亚楠送的掌声鼓励，但是他是传讯息，我也没办法拿这个喷他，就真的有人在路上骚扰我的话，我就直接喷。还是准备一下，哥哥真贴心，哥哥是个暖男。大家，我们要向哥哥学习，是不是？是，对。不要喷错边，没有，它这个设计很好，就是不让你喷错边，因为它是这样。教你们，就是这边打开，这样直接喷，暗红色就直接喷，它关起来就这样子就不能喷。就是要按红色才可以喷，所以你不可能是这样子，你们有懂吗？就是很好分得出来哪里是正面跟背面。OK， 爸爸妈妈有同意，是爸爸跟哥哥一起买的辣椒水。爸爸是同意的，因为是用爸爸的手机买。哥哥，该不会下次订电击棒给你吧？应该不会。
玲玲需要。妹妹，妹妹有一个，因为她辣椒水里面有三罐这种，所以我妹妹拿一个，然后爸爸车上放一个，我自己一个。我觉得玲玲可以来一个，因为你玲玲比我瘦，然后就是她太细小了，所以她很容易被抓走，因为她是一抱就走了，一抱就被抱走了，所以我觉得玲玲蛮需要的，就是有人骚扰玲玲。你就直接这样，是不是很棒？我这样像在业配，这样像在业配，没有业配呢，没有业配哦。就是，就是大家要不用真的买来回回，就是大家注意安全就好了。平衡更需要，就是女生。可以必备一个，低头去，可以买防毒面具吗？以防他才不知道我买这个，他不知道我哥哥买这个 ，AKB 都要每个人一瓶，喷个酒精。过度防卫，我觉得不会过度防卫。就如果他是真的骚扰你的话，那就是他先骚扰你啊，所以这应该是正当防卫。就是买这种，应该虾皮上的应该也不会到太辣吧？这个会眼睛瞎掉吗？还是只会眼睛刺痛？它是可以洗掉的吧？哦，对，大家来我的那个，大家来我的握手会。我的女孩，辣到不行，怪到不行，可以来我的握手会。大家来我的握手会哦。先跟大家提前预定一下，大家可以跟我聊很久，就是100张我也愿意，我愿意。就是如果上次没有来到的话。可以来看看，希望这次可以不要戴口罩，这样子。那有双袜我也可以看吗？你们要低的可以啊，高的就那你们还是不要来好了。就是如果你们要看我高双马尾的话，那就是可能就是零，就是不可能这样子。上次没有来再说我嘛？对啊，就是你啊，无语还不来？你在香港？100张或者钱包不愿意啊？口罩还是很……为什么要逼我绑双马尾？你们都逼我嘟嘴。我现在照片是不是很多都嘟嘴？双马尾是没办法接受的，各位。如果我买的起100张，我会一直看到陈陈的眼睛，然后不跟我讲话，就这样。对视，然后不跟我讲话，
蝴蝶泉，哈，蝴蝶泉可以。蝴蝶犬可以，蝴蝶犬可以接受。给你们看，啊，炫耀。炫耀我有，我有王一家的。为什么你有？人家说什么你有？我还有阿里的。这个是马尾，后面有卷的马尾，这很可爱。我没有自己的，我没有自己的。我没有 Mina 的。谢谢小紫送的。今日幸运色橘色，我练个特效。我没有栗子的。你们知道这个是要抢的吗？这个是要用抢的耶，就是如果。你想要，就是假如你要陈思雅的，陈思雅30秒就没了。然后一家在那个群组写说，欢迎大家拿我的，我就把一家拿走。还有，我还拿了聆听力。谢谢 Derek 伟送的祈福好运牌，叫成员穿上制服，让你拍个够，用手机拍哦。晚安，城堡晚安。你们可以说老城堡了。你们都说老珠宝了，你们要说老城堡了。我现在已经是老了，你有三期生了。你们要说老城堡，说一句。果果的相貌，陈陈不老，但是我想听你们说老城堡了。不能只说老城，你要说老城堡了。陈家树，你跟三七混熟没？我跟他们见面，我跟他们很少见面。你是大城堡。我现在是盘腿坐，他们会管，他们就是叫我盘腿坐，我现在就是盘腿坐。难道我要拍给你看吗？晨晨，拜拜。拜拜，浩熙。
但是我在学校不会盘腿坐啊，我自由现在是盘腿坐。我在学校脚都是放下的，所以我现在没穿鞋子，所以可以盘腿坐。不然我每天都在上学，我都不是盘腿坐。我没电了，晨晨还比我小一岁，晨晨不老。晨明天上课会想睡吗？每天上课都想睡啊，但是不想睡，因为老师很凶。今天就是开一个小时。凶什么？凶回去啊！凶什么？女生要有气质。啊！对不起。我盘腿坐就是加九妹，是不是？我盘腿坐，你们就叫我加九妹。我才不是，是也没关系。And I didn't want to write a song, cause I didn'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or don't,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, and baby I'll be moving on, and I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't want. 亚洲蹲是怎么蹲？哦，还有一张，我还有一张一姐。现在高中都几点？第一堂课八点，第一堂八点整，第一堂七点半要到学校。七点半到学校早自习，然后八点开始第一堂上课，上到下午六点。公厕，就是蹲公厕，非坐式马桶的蹲法，不是要废除早自习吗？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八点以后才算迟到，但是我都是七点半到，然后去那边吃早餐，不然八点到没有时间吃早餐呢。成人的学校还是维持七点半到校吗？我们学校高中部都有改八点。我们是八点以后迟到，但是七点老师说七点半到可以加分，就是加到后面期末考就是段考会有饮料，所以我想要喝饮料。六点下课也太晚，对。上课偷吃什么会比较美味？上课，我今天上课是吃，我今天上课是吃科学面，不好示范，但是老师说可以吃，所以我才吃的。这不是偷吃，老师说可以吃，因为那节比较 free， 那节是什么生涯辅导。所以可以吃东西。上课吃来一个，我们好像不行，好像不行。上课吃泡面，我们应该只能午餐吃泡面。下课吃，下课老师不会管。
你会喝无糖茶吗？我会喝无糖绿茶，还有无糖红茶，还有无糖四季春，无糖东西都蛮好喝的，但是不要苦茶，不要苦茶就好。我坐第一排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我现在是坐倒数第二排，就是而且我们是今天刚换位置，所以很开心。很开心坐后面。最近学校还可以叫饮料吗？不行，我们学校叫饮料会被罚写辅导单或被记警告。但是，我就是已经好多次了，我已经四五次了，没有三四次，就是被抓到订饮料，然后我就写辅导单。但是老师很好，老师没有给家长签名，就是辅导单其实都是要给所有的学务处主任还有教务处主任签名，还有导师跟家长，但是老师只叫我给他签名，就是代表说那个辅导单是写给班导看的。就老师还不错，老师应该也觉得说就是订外卖还好，就是让我写下，就是如果被抓到就写下。这样才不是加九，你们知道真正的八加九是什么？来，让我来跟你们解释，就是，八加九呢，就是抽烟喝酒，然后无驾照骑摩托车，然后刺青，这些是八加九。我没有一项做到。我才不是八加九。班上上课会有人打手游，我们手机会被没收，而且老师还会一个一个开机看你是不是交背机，所以我们是要乖乖交手机。可是八加九很顺利，为什么？染很夸张的发色。我已经讲到好沙哑了，我们来念个吧。我已经沙哑了，讲太多话。第十名，朱里恩；第九名是亚楠；第八名是秦湖。第七名是周莹，第六名是傅伟，第五名是 Plus 普拉斯，第四名是小紫，第三名是吉米周，第二名是杨过，第一名是燕。我真的沙哑了。最后就跟大家说，我就是沙哑的这样子，朋友不行，只能家长，而且不能叫朋友帮你订，就是只能家长送过来这样子。大家拜拜。